小白，这么早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既然要蹭饭，当然是从早饭开始了。那给你拿了果汁，营养又健康。蹭饭这事儿还真不客气啊，走吧。哎，徐医生，刚下夜班啊？没有。你等一下。嗯。怎么都是草啊？我刚刚在那边草地上晒太阳来着。你这个样子像在草地上睡了一宿，要不要一起吃早餐啊？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你现在回去谁给你做饭呀？反正我们俩吃也是吃，一起吧，来。谢谢，那打扰了。没事。师傅，走吧。早餐来了，快吃吧。没啦。啊？还想要啥？你一大早上就吃这个呀？这不是很好吗？我每天都吃这个。你太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你了。行了，我去给你们做早餐吧。啊？我比较喜欢吃自己做的早餐。怎么了？多好呀！做了这么多啊，这能吃完吗？不过倒是挺丰盛的。等等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。低脂卡路里，还有高颜值。师傅。看着不错，你的也不错，但是三明治热量太高，咖啡会阻碍身体对铁的吸收，所以这些都不适合当早餐吃。但是一大早上吃这么油腻的煎饼，你的热量也不小吧？小米粥，充足的碳水化合物，鸡蛋，优质蛋白质，蔬菜饼补充充足的维生素，这些才是营养的早餐。食材有限，只能这样。不愧是医生啊，学习了。不过我的也不差呀，综合果仁可是点睛之笔，营养又健康。师傅，快尝尝。顺便帮我一块吃饱。哎，这样，你们呀，还是自个儿吃自个儿的啊。实在不行，你们换着吃也行。赶紧吃，吃完呢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师傅，你都看我做这么好的份上，要不要长期收留我呀？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早餐、下午茶、宵夜，24小时为你服务。专家公寓有规定，不是夫妻男女不能合住。赶紧吃，吃完回去，你没事啊？还有你，不上班，快吃吧。哎呀，师傅，我手突然好疼啊，我开不了车了，也没有闲钱交代驾。师傅，你带我去医院吧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复诊。不用，不用劳烦你另外一把刀了，我这是皮外伤。所以啊，这么高的待遇，你还不让我帮你看？疼！你们俩慢慢看病啊，我吃饱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啊，疼！不用你了。诺德月香湖，是不是名字就很洋气？你看这里面啊，哎呀，这个，这是个大复式，又宽敞又漂亮。哎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入住以后呢，你们两个呀，住楼上。我跟你爸呢住楼下，这样你们就有自己的小空间了，我们不影响你们啊。哎，还得给宝宝留一间呀。哦，到时候你们生两个啊，一男一女，凑个好字儿。哎呦，那卧室就不够了呀，那还要看看更大的房子。你再看看。不是不是，爸妈，什么又
大复式的又楼上楼下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咱结婚以后这就是咱婚房啊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这怎么说话呢？结婚当然要用全新的东西了，要不然怎么叫新郎新娘呢？哎，是不是？来来，哎，对，妈说的对，妈说的对，就是妈，这复式大四居咱拿什么买？我们都已经想好了，你把你的房子卖了，我们把我们的房子卖了，两套合一套，变一个大复式四居。卖房？对呀。你们要把我爸这房子卖了？没错啊。不是，那之前原计划不是这样的呀？你不是说把我二姐跟我爸妈让他们搬出去住，然后我就能跟妹妹在这结婚了吗？是，你二姐跟你爸妈现在是搬出去了。可是房产证上他们没搬出去啊，这以后要是你跟贝贝生孩子养孩子，你二姐又要把你们撵出去，那我们家贝贝要怎么办？对，这房子它得是你和贝贝的，你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放心。爸妈，震雷父母可就这一套房子，房子卖了他们住哪？震雷的大姐住得很宽敞，二姐又能干，用得着你操心吗？是不是雷雷？这，妈，那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我爸和我二姐的，他们俩要不同意，卖不了啊。对啊，哎呀，这个你放心，办法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西北鄂云长。冰雹在后晌啊！啊，冰雹要下冰雹吗？我刚洗了被单儿。这今儿不是个好天儿。冰雹在后晌，我们呢先把买家找好，签一个合同，交了定金。如果你爸和你二姐不同意的话，到时候就付三倍的违约金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爸心都在你那儿，这房子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嘛。嗯，可我二姐那脾气难养。就是因为你二姐难搞，所以才要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再让你爸去跟他谈嘛。胡说八道。哎，贝贝。那咱这房子怎么卖啊？买家妈都帮你找好了，只要你点头，我马上让他们来看房子，价钱低一点，很快就出手了。行，到时候要真有人买，我就找爸过户去。通透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先吃上了，不等徐清风了？不用等他，咱俩吃。不用等他？什么叫不用等他？每天你俩不都……我们俩就是普通同事关系，要是碰上了呢，就一起吃个饭，没有必要特意的等来等去的。吵架了？啊？话那么多呀？不会这么快结束了吧？能不能好好吃饭？嗯？同事关系啊，哎呀，普通同事关系好啊。像徐清风同志啊，这种清汤寡水的，最适合的就是用来当同事啊。别吃那么多肉，吃鱼来来来。乔岩得的是心内膜垫缺损，是一种先天性的心脏发育异常，原则上是越早做手术越好，很有可能一次手术就完全治愈。但任何手术都有风险，再加上孩子太小，也有发生意外的可能。这个是手术知情同意书，我们准备两天后手术，你看一下。大夫，我签，只要能救孩子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这个事儿最好也跟孩子的父亲说一下，你们好有个思想准备。他爸不想治，有一天出门就再没回来，我把老家房子卖了才凑齐手术费。大夫，只要能救孩子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尽全力救治圆圆的。大夫，那就拜托您了。今天请媒体朋友们过来适应主刀医生徐清风的请求，他要求公开这次手术过程，并且还要在手术以后对媒体朋友们发布他的个人感想。请问徐医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想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他要求必须在手术以后才能告诉大家。先天性法洛氏自恋症患儿的手术虽然说难度极大，但是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。我们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，我们的手术绝大部分都采取体外循环，在心脏停跳阻断体外循环下做心内直视手术。由于婴儿的心脏太小，术也暴露困难，况且他们的心肌组织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，如果我们的手术操作动作过大或者是有轻微的失误，都很容易引发组织损伤，所以我们的每一刀都关系着小患者的未来啊。加油，儿子加油。妈妈，妈妈给你加油，一定能成功，加油。喂，爸怎么一个人在那玩啊？姐，我每次来都看到爸孤孤零零的在这儿，其实我心里还挺不好受的。所以我想让爸妈搬到我那儿去住，起码还热闹点儿。你本来住的就是朋友的房子，再把他们接过去不方便吧？还好吧，王灿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家的情况他也知道。我跟他说一说，然后按市场价付房租给他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要不爸妈住我那去吧，我平时没你忙，我可以照顾他们。你姐夫能同意吗？我先问问爸妈的意思，然后再跟志军说呗。那也辛苦你了，走吧。爸，我们要看您了。哎，还好，好。你说玩什么呢？娃在一起溜的。妈呢？来了，闺女。雨晴刚从上海飞回来，她一下飞机就约我过来看你们。你看，她还带了很多特产，都是你们家吃的。苏云，哎妈，怎么了？哟，我这两个宝贝丫头来了。今天晚上在家吃饭，妈买的肉正好给你做红烧肉，再给你炒几个你爱吃的菜。妈，这小区环境挺好的。但是我觉得吧，离市里有点远，太远了。每次来这儿，感觉温度都比市区低两度。所以我跟雨晴商量着，要不你们搬我那去住？到多云那儿那肯定好，他家离哪儿都近，坐公交车几站就到了。对。这个事儿，你跟陈世军商量过吗？只要您愿意过去住，志军哪有不答应的呀？再说了，他平时啊很少在家，根本不会影响什么。啊，晨晨也难得回来，他也可以陪陪你们呀。哎呦，我可想晨晨了，他天天嚷嚷着想姥姥姥爷了。哎呀，爸，你就别犹豫了。要不，咱搬过去试试？搬呐。对爷，啊，等几天我收拾收拾行李，然后咱们就搬。也等几天了，今天就跟我回家吧。走，妈，我帮你收拾东西。今天啊，回去收拾吧。行，回家吧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一会儿还要回单位，就不跟你们回家了啊。志军，今天我和雨晴去看了咱爸妈，老两口在孔雀城住的实在不习惯，我把他们接到家里来住。你下班回来的时候买点东西，欢迎他们啊。接家里住，
都穿穿穿。那赤军，别老在沙发上瞅着，你得起来活动活动，活动活动。差不多了吧？这就不行了。呵，你啥？你这什么身子骨？你这是 ？bingo！ 都多大了还玩游戏呀？啊！再不看书都不识字了吧？你干嘛呢？啊！我说，你这衣服比我闺女的都多呀！男人有几件衣裳就得了。古人说得好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包子有肉不在纸上。你看看，爸，去吧。爸，我来。不，你们这怎么就来了？这，啊？哎呦，风云，志军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都是我同事啊。那个，我召集他们到家里来开会。别愣着了，赶紧这打招呼啊！嫂子好，叔阿姨好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个，爸妈。嗯，坐，先坐，疼开，快疼开，快坐，好，志军啊，哎，您慢点，小心点，不打扰你们吧，没事，您先坐，您先坐啊，志军，你来一下，啊，你们先坐啊，得倒水，那切个果盘啊，哎。怎么回事啊？开个会还带行李啊？哦，是这么着，这最近不是那个业务压力大吗？死账烂账特别多，这公司催得特别紧，没办法，我就说这么着，都跟我回家啊！接下来半个月就住这儿了，业务完不成就别走。住咱家？你疯了吧？这么多人怎么住啊？凭什么住？不是，这多云，这太正常了，媳妇。正常啊？你想啊。人曲总当初创业的时候，十八罗汉那就住到一间屋子里啊，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块儿，哎，这样员工才能觉得你把他们放在心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团队凝聚力。陈志军，你的事业我当然支持，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？我把爸妈接过来，又遇到现在这样的事情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把他们赶走？卓云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还得跟你说道呢。你想把爸妈接过来住这事儿，你怎么不提前知会我一声？你要说了的话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安排呀。大哥，我都给你发微信了。发是吗？是吗？你，哟，哎呦，我这么忙的什么似的，我就完全没看见。你说，哎呀，行了，这是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事闹的，媳妇儿，这事可能真得你支持我了。你想啊，现在工作没开展呢，什么业绩也没完成，这就让人走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朝发夕至啊，朝令夕改是不是？那我的威信何在呀？对不对啊？而且，这要是让曲总知道了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。我还憋一肚子气呢。哎呦，媳妇儿，我求求你了，哎，你帮帮忙好吗？劝劝爸爸。你是不是要拿什么东西啊？陈经理安排我睡沙发。哦，好，来，啊，好，嗯，那个，我这，来，这。
叔叔阿姨，陈经理安排我睡阳台。这是坐不下。陈经理安排你睡餐桌。叔叔您真幽默。我睡客卧。就不应该来，压根儿就没咱们在的地方。哎，多云不知道，也许正好，和他们公司的活动碰到一起了。等等，多云出来看他怎么说吧。我这老脸算是丢尽了。徐医生，我孩子怎么样？您放心，手术非常成功。真的是太感谢您了，徐医生，谢谢您救了圆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圆圆的手术做得好，我也高兴。圆圆在 ICU 观察两天没问题，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顺利的话，两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家属，请您过来跟我办一下手续。连开了7个小时，还不赶紧休息？我还有话要跟记者说。平常不都躲着他们吗？今天怎么了？今天不一样，只有见完了记者，这台手术才算真正做完。作为媒体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先天性心脏患儿乔媛媛的主刀医生，今天这台手术做得非常成功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儿子太棒了！哎呀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儿子太棒了，妈妈替你骄傲，儿子。我相信这个孩子未来可以像其他的健康孩子一样快乐的成长。但同时，我想说。他残缺的心脏我可以帮着修补，但我同时希望他的生活也是不残缺的。我希望乔媛媛的爸爸听到这段话可以回到你女儿的身边。作为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我能深深地体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父亲的渴望。我猜想一个孩子起名叫圆圆，寓意应该是团团圆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希望你能早日回到你女儿的身边。儿子，妈知道你想让你爸爸回到你身边。但是那个负心汉，他不是个好父亲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大家。各位记者，现在患者家属可以采访了。啊，媒体朋友们，请吧。啊。哎呀，清风，你怎么了？那芷馨、多云，以后两口子的事儿互相商量。甭说那些没用的，我们不会给闺女添麻烦。刘书记，走。别爸，咱们商量。多磨叽什么呀？走啊，商量商量，走一下，走，再想想办法。爸妈，看你，爸，一句也甭劝啊。来，我跟你妈不可能打地步，说走就走，走了。那个，你看陈涛叔叔啊，不是，爸，妈，真对不住啊。哎呦，你真是，你是，哎呦。爸，我来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来。爸，妈，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。我保证半个月以后就过来接你们。多云啊，你爸刚才说话你也别往心里去，这不正好赶上碰巧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亲的不是借的，还是得靠儿子，女婿指望不上啊。爸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更难受了。
不说了，得什么都不说了。说了，爸有地方去啊，回家。陈经理，你们家装修的可真好呀，终于知道什么叫成功人士了。你可得了吧，我这离成功人士还差得远着呢。您这也太谦虚了，我们那儿也有很多人来北京打工，那挣个一两万的倒是也有，可是呢能在北京买房买车的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，要是能落上北京户口的那绝对精英中的精英，是不是啊？真的。哎呀，大家伙听好了啊，好好干，只要是肯拼命，房子、票子、车子都少不了。好，嗯，以后我们就跟着陈经理努力加油。这我得说你，你来这么久了，该改口叫老大了，知道吗？我才不叫老大呢。那你想叫我什么呀？我要叫哥，志军哥。吃饭。健身去啊，排练你不累啊？我可练不动了。怎么着，还不愿意去了？哎，我接个电话，我们先撤吧。啊，好好。嗯，在这儿等你啊。喂，小张，什么情况啊？雨晴姐，有重要情报，李贝爸妈出手了。哎，姐，你跟班叔商量怎么样了？你们家那房子是租还是卖啊？我这不是找你来帮忙了吗？姐，太客气了，什么事儿你说。当初这套房子我是从你们公司买的。嗯，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可以随时查到啊，如果有人卖有房子什么的，能不能帮我定一下？就这点小事儿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中介系统所有的信息它都是互通的，只要你们家的房子出现在任何的租赁栏上面，我这都能看。放心吧，你家那房子肯定给你定紧了。多谢了啊。关震雷，我这房子是不是不错哈？你再看看这厅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装修啊，维护的特别好，这采光多棒啊！确实性价比不错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段那可是黄金地段，是吗？一会儿还有几家要过来看的，是吗？我们呢，是因为孩子要结婚，看了新房，要不然哪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呀？确实。爸，妈。谁要卖我的房？进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过来。要不是雨晴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还蒙在鼓里呢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妈，我当初我们腾这个房子是给你结婚用的，你不跟我们商量，你就把亲姐接进来住啊？你现在你又背着我们卖房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父母？亲姐，哎，亲姐，有话好好说嘛，这不是还有外人在呢吗？是啊。哎，老乖。当初你把房子让出来给儿子结婚，你可全家人都在场啊！你说你作为一家之主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说你现在出来干涉，你这不纯属让儿子不把这喜事给办好吗？你让我们一家人多狼狈呀！亲家，咱别耍心眼儿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什么时候委托你卖了啊？哎，你们现在就出去，出去！不是，等等，我说这房子你们家都没有商量好就要卖。这太不像话了吧！你们才不像话呢！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一遍啊，这个房子我是房主，我不卖，现在就滚出去！滚！先走啊！先走啊！一会儿打电话，啊！好，不好意思啊！爸，你们把我们框出去住，摆了我们一道，现在又要偷着卖房，又摆我们一道，你们跟我们老关家有仇是怎么着啊？亲家。还是那句话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要不然你问问儿子，雷雷，跟你父母说说，我们是不是好心？爸妈，就误会，岳父岳母也是为我们好，他们是想把两家的老房子都给卖了，然后给我跟贝贝买一个大的复式。什么？哎呀，爸，爸，老关，你坐着，坐会儿，先坐着。爸，你别激动啊，没事。这事都怪我，要是能住我那，也不会让你们这么生气。我给出去打电话。还好没在你们那住，要不然我们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。这都是你儿子弄的呀。
家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都是儿子弄的呀？我们家嫁女儿出一套房，你们家娶媳妇儿也出一套房，这谁亏谁赚不清楚吗？啊，我们家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我们家一个字儿都没说呀？不是，这道理我没讲明白吗？为了成全这个心事，我们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，这还不够诚意吗？贝贝妈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这房要卖的话，也要经过我爸妈的同意。你们私底下做手脚算怎么回事啊？我爸妈事事都忍让，可是你们呢？我爸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责任全在你们那儿。关多云，别在这儿装好人啊！你看上去柔柔弱弱的，背后净搞阴谋。那天酒席上，你就是摆摆姿态吧，压根就没想让你父母去你那儿住。这么拦着卖房子，到底是为你父母还是为你自己？你心里清楚。你太不讲道理了。行，等雨晴回来再说啊。官家父母无能，女儿说一套做一套。我们家贝贝看上你们家关震雷，真的是瞎了眼了。没错。哎，关震雷，当初咱两家一见面，我们是不是让你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啊？你爸妈要面子，死活不肯。这才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，我和你妈怎么说也是长辈呀、啊，让你这大姐这么指着鼻子教训，我们何苦受这侮辱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今天你给我一痛快话啊，要么你跟我们走，我把你当亲儿子疼；要么呢，从现在开始你就跟贝贝分手。我行行行啊，我明白了，我会替你跟贝贝说清楚。从此一刀两断，再也别见了。走，爸妈。震雷，归天归地归父母。你这是要跪谁啊？我要是没了贝贝，我就死了。我们走，我们往哪儿走啊？这个房子，我答应过给震雷，就是给震雷的。咱们走，爸，走。亲生父亲还不出现的话，我希望院里能够力所能及的给他的费用做一些减免。圆圆的妈妈太不容易了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忙。清风啊，圆圆的母亲让你想起了你妈妈。你妈妈的确是不容易，无论她怎么怨我恨我，我都应该理解，都应该承受啊。妈。儿子，妈妈看电视了，妈妈真为你骄傲，儿子你太棒了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下班啊？要不要妈妈过来看你呀？不用了，妈，我有点累，一会儿直接回公寓睡了。哦哦哦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个，但是你记得啊，一定好好吃饭，不能随便对付啊。还有，你一定好好休息啊，妈妈不打扰你了，不多说了啊，挂了。
清风啊，怪我。如果咱们的家庭是一个完整的、圆满的家庭，那么你也不会这么辛苦，这么累了。都怪我呀，高院长，圆圆的事儿就拜托您了。哎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。你也回去休息吧。姐，雨晴，爸妈从家里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去你那儿啊。啊？哦，行行行，那爸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直接回家吧，我马上到。行，那我很快到。关局长，这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别着急，我来。倒了，他刚下车，他就倒在这儿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一人零一，一人零二，一人零三，一人零四。妈，咱往后带你，好好安全。皮带。心脏和呼吸骤停。啊？打120了吗？打了。行了，快！护士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家属请耐心等待一下，医生正在全力抢救当中。那孩子他爸有危险吗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你们在这等一下，不要挡在门口，妨碍抢救。稍等。都怪我，如果我坚持让你们留下来，爸也不会是这样子。冬雨，怎么能怪你呢？不怪你，不怪你啊！别哭。妈姐，你们也别太着急了，多亏咱们在楼下遇到了徐大夫，当时做了心肺复苏抢救过来了。是啊。一定会好起来的啊！你要是没遇到徐大夫，我还真不敢想你爸。
徐主任，化验单出来了。啊，谢谢。S 提分太高，心肌酶也高，怀疑是急性心梗，马上上台做造影。关叔叔啊，我们已经到医院了，您别紧张啊，一会儿我们要做个小检查啊。关叔叔啊，嗯，您放轻松一点儿，我们现在怀疑您是心梗，需要做一个造影检查，然后再确定治疗方案。哦，哦，好。哎呦，徐大夫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关叔叔，您别紧张，我亲自给您做，啊。